来来，大家评评理啊！这波队友上来，直接一个盲女医生新女儿，我给他们凑一个庄园老友加羸弱羁绊不过分吧？那俗话说得好，阵容越怪，赢得越快。万万没想到啊，我居然上当了！这三个人都全部换了角色，什么佣兵画家、心理学家，剩下我一个笨逼在这里玩庄园老友。哎，先看监管者是谁啊？哎。人呢？这么快的心跳，那这个人在哪儿呢？哦，博士啊，我堂堂一个律师，轻轻松松过个博士的不过分吧？先拉开距离啊，打博士啊，其实是有点小技巧的。博士的起手比较慢，而且冲锋呢都是一个直线，我们只需要多绕模型和板区啊，还是可以牵这个几十秒的。这种莫名其妙怼墙的，一看就是想攒能量然后跳劈啊，多卡一些大一点的模型他就跳不出来了。哎，轻轻松松，好，两手发光了。按照正常的打法，他肯定会选择过板刀，毕竟永动状态之后呢，他出刀就是霸。大体状态，所以千万不要摊板，直接走就完事了。不过第二块板子就要翻了，这叫什么？心理博弈。博士也会根据你的行为呢去判断抽不抽到，但是你偶尔放哎，偶尔不放，直接就把他秀杀。好啊，这边两个板子全部被破掉啊，我们现在呢就可以吃一刀转点，然后继续找这种小板去跟他玩，这叫什么？故技重施。这次呢我们就一直绕啊，只要他敢过板道啊，我就绕，哎，绕到你头脑发昏。而这个时候你队友直接修风啊，最强文化人直接带领队友走向胜利。好啊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这个博士估计也没什么耐心了，板子一砸啊，准备转点。你看这个博士都已经快绕得神志不清了，涌动状态在踩板子，没涌动状态想着劈板子，这个时候就可以转点了。正常来说呢啊，这个地方是一个死亡点，所以一定要博弈砸他一头，这样才好转点吧。没有涌动状态还想过板刀啊，直接一板子砸爆他的骨头啊，走走走，赶紧转点啊。哎呀，这追得也太快了，没办法呀，这玩意儿横冲直撞的，这谁顶得住啊？不过电机居然两台了，我这个律师也算是合格了嘛，用不来摸啊。怎么说呢，其实我教自愈让心理学家共情更好呀，靠了搏命感觉还是得死，很重了，感觉这博士今天铁了心要弄死我，先躲一个劈砍。哎，画家你怎么在这里啊？你有画家就赶紧放呀，我不想倒地了。哇，这个跳皮有点帅，感觉这把要裂开了。现在电机还是不够啊，佣兵在修最后一台，画家直接放话想摸我是吧？来来，我爬过去啊。哎，你怎么也是搏命啊？我人傻了，现在画家都流行带搏命的嘛。都120秒了，电机怎么还没好呀？这边两块板子一放，感觉我要凉了。齐王绕柱大法，看我人皇步，我以机会来了。画家你快跑，我没有大心脏了。啊，这直接压了个一刀斩可还行，我这个血线已经很极限了，就算有大心脏那一瞬间估计也起不来。哎，他们怎么在开这个门啊？完了，感觉这把要裂啊。画家教自愈跑了，佣兵想趁着小搏命开门，心理学家把博士带走了，但是佣兵开不了门呐。画家在开门，感觉这把没了呀。最后佣兵强行自愈开门跑了，然后心理学家逃跑路线被拦截。哎，平局也可以了，就是可惜了我这波160秒的律师啊。溜了溜了。